很明显，他内部矛盾嘛。那陈肇始委员根本盖不下啊那一票嘛，那所以他跑票，这很清楚啊。你事后的猜测，你对媒体说我因为盖不下去而跑票，没有一句话是真实，而且每一个点都是重伤人心，重伤我的，这个就这不是一个事实哈。我既没有盖不下去，我是心甘情愿的盖下那个印章，我的人生没有作假这件事情，我的人生质点只有诚实以对。这个一个印尼的污染哦，在法规上甚至没有说这样的认定就是一个废票，你用坐票这个行为，这是我一生不能容许你这样说我，或是我也不容许我自己有发生这样的行为。好，我的人生字典没有说所谓的跑票或所谓的这个不诚实或作假的行为，这个是一个疏失嘛，这个事实。如果是个蓄意行为，我觉得当然是不可原谅啊。但是因为就是不是，所以我昨天才会，我们党团也都完全的信任或了解这样的状况。而且我当天其实是看到那个票污染的时候，因为同时盖下去是污染的时候，我立刻请我的队友，请其他人帮我把我手上沾到印尼的相片有拍照下来，好，就是我当场其实就告诉他们说那边污染的这样子等等。科学一相信我，他就是，其实他也告诉我他人生遭遇到很多的一些，不管是不实的猜测，他说如果你这个算第一次，我大概自己超过100次了。好，那我需要小心，这是事实。好，而我有一个疏失也是事实。他说我就诚实面对。好，所以我也在主动提辞掉干事长一职。好，那我也主动说愿意安排时间。好，就是中评委，因为他们召开临时会议，我也觉得很麻烦他们。好，我必须诚实的跟他们说明整个来龙过程啊，他们我就正式就面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那是个无心之过啊。所以为什么大家也许看到我昨天，因为我们党部提出这个临时动议嘛，哈，就希望这个议事记录能够做一个修正，哈，因为事实上当初我们的监票委员林国成也有表达是一开始是2-1嘛，哈，那就认定是有效票。而且我个人根据这个事后回来，哈，当我之前不是那么熟悉这个法规，但是事后回来我发现那6条规范里面确实没有一条是符合所谓的这个无效票或废票的规定，哈，那当然这个由他们去鉴定，哈，所以我们也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希望要求更正，哈，那主席才是就是说在用开院的开议的第一天，我们可以用书面来提出报告，那对我而言就是据实报告，因为那是个疏失。所以今天中午的今天等一下的中评会可能会对陈肇始有什么样的指示？中评会是独立单位，所以我有指示是吧？那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惩处吗？目前党中央是没有要对他吗？